那希望大家都参观很愉快，那就拭目以待，大家拭目以待，大家一定会很开心。谢谢大家，今天下午光临了，谢谢。来，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呢，要邀请到的是经济部产业发展署智慧显示产业跨域合作联盟王淑玉专案经理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应该就会看到一个可旋转式，我们已经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产品了，它
就像一张纸一样捡起来收起来，但是它是用 LED 直接发光的。 LED 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减碳，所以对于减碳来讲这是一个新科技，它是绿色科技。第二个，因为它我们曾经在参加国外展览的时候，国外的记者这样说嘛，它像一张电池，因为它就是一张纸，它的厚度就跟那个 A4 纸大概两三张叠在一起这样，所以我们在国外曾经被形容说这是一张电池。我们也很希望说在不断的这个提供这样的一个技术发新产品的时候，有像这个工业局还有那个像产发中心一些提供好的机会，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好的这个客户、好的厂商跟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样子一个科技来提供给台湾的各行各业，然后甚至是把这个过去这个台湾的已经这个慢慢在显示产业慢慢在位居落后的位置，可以再提升到世界的前面。那我想各位等一下会在现场看到的，就是直接看到是我们一发光是软的，好，但是因为在现场我们现在是把它镶在那个所谓的建筑物上面。那我也很希望说在这个未来半年之内，这个馆长可以提供一个场地，我们来表演展演一下一个旋转式可挠的这个真正旋转的，我们叫 Rollable 的显示器，然后让这个使用者能够体会，然后再加上互动。那我想这个是方力电子在这个显示产业的一个技术创新。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文副总。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邀请的是陈宏光电朱宏章董事长，为我们解说电子纸的特性。我们欢迎朱董。好，今天是常常会的各位长官，大家好，我们的同行，谢谢各位，这个王医生馆长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展示我们高科技的材料，把它做成实际的应用的产品。那所以我想大家对这些产品应该不陌生，为了在那边也有28寸的这个彩色电子纸，那另外在门口进来也有一个澳门的这个 name card 的这个展这个牌。那我想待会我们还可以看到个数点三，其实我们陈宏光电已经投入在这个 input 相当长时，我想回顾到5年前Ink 开始出产第一大尺寸的彩色的这个荧幕之后，我们的 R&D 就已经开始跟 Ink 合作开发里面的开发之后，就是它的控制电路板，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也投入很多的这个金钱费用，然后开发，现在终于可以顺利的量产。所以其实我们也感谢这个 Ink 群创，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材料。那让我们有机会对于未来的节能减碳，然后包括保护我们下一代的这个眼睛啊，因为我们看游戏因时长太长的时间，包括手机，其实很多小孩子眼睛都从小就会受到一些伤害，所以我想我们会继续在开发往更大的尺寸，还有更高的画质。我想请大家在新一代，那馆长以后假设我们新的产品发表，我们一定第一个赶快带到这边来让你们使用，好不好？那谢谢经济部长阿姨继续支持我这个产业发展，好，谢谢，谢谢。还有比较详细的技术，因为这个资讯产品太进步很快，所以如果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跟我们联络，那我们有技术人员、业务人员可以来跟大家做更深入的一个介绍。谢谢。好，谢谢这个朱董事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酷爱迪王诗琴专案经理来为我们说明这次系统整合的这个相关应用。我们欢迎王经理。各位晚安，我这边非常感谢，尤其代表酷爱迪公司，非常感谢今天王律师就是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场域，能够实现我们的软体应用内容。那也谢谢我们的联盟的王经理这边呢，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智慧显示应用上面，我们也蛮努力了一段时间。那从跟就是同样采花这边，我们要鼎力相助，让我们在很多应用上能够慢慢崭露头角，然后让我们的一些数位应用能够展现。那也特别就是在就是这次特别的跟那个
市一个游戏显示器能够做一个整合，非常的感谢方悦电子，就是这边吴庆贤给我们很多的指教，然后群创这边呢，我们也多次的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开会修正我们的软体内容，那以及这一次也是这个电子的部分让我们大开眼界。那这次我们户外营呢，特别是在这个数位应用上面能够跟场域的观光工厂能够做一些比较娱乐性质的互动应用。那特别是我们这个团队呢，比较是专注在数位视觉，然后跟客户他们在展现提供的场域内容上面的一些资讯的处理，然后跟到后台资料库系统这个应用。那我们可以透过 AI 智慧的这个辨识，然后知道客户客群他们的一个属性分析，然后将这样的资料能够提供到后台跟行销计划人员，能够做这个客户行销产品的一个推广。那这次我们特别呢是希望能够再将我们这个智能体感科技，然后可以跟产业场域客户应用的需求能够做一个有序的一个趋势发展的应用。那也希望呢我们可以借由 AI 智能辨识，然后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老师的软体显示器的应用，能够把就是比较娱乐性的、游戏性的，然后可以把这些知识性的内容，把它变成是一个让孩子他们不用说、不用动，看到游戏他们就自然而然，他们就会因为吸引，然后更去深入了解这个观光工厂的所要推广的一个内涵。那今天特别谢谢在座呢，就是宝贵的时间呢，能够这么踊跃出席。那待会呢，我们就直接到这个。实验场域这边呢，我们来做一个展示，那相信大家会更清楚。那以上是我的说明，谢谢各位。好，谢谢王经理。那我们很谢谢以上三位企业厂商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我们其实现在就想，我们就直接到我们实体的展示的区域。票价没有活动，但是我相信大家都要看，就觉得它不太明显，对，然后也不太清楚。加上如果它的话，民众其实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看到大家资讯。那包含说，像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活动就开始，然后大家开始就越来越多了，就是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们这次利用电子纸在这边放了我们的票价，就是让客人可以一目了然的票价。那包含像我们这次因为跟显示科技的合作，在施工那个荧幕的时候没有做工作，所以怕游客来的时候感受不好，所以我们好像有做优待。可是工程因为有点延迟，所以我们刚好人员排班休假，然后又不能改票价，那电子纸就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人员可以远端在家就可以马上修改票价去洗，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帮助。对，那关于这个的话，我们就请那个郭总来帮我们做一个更细的解释。不用，谢谢大家，太好了，刚好看到我们家的这个产品。首先跟大家介绍，这是28寸，那左手边这一个是25.3，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已经量产是这两个机种。那它的好处实际上是，我想你要去做成海报。要砍树，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还要花很多的人工去修改它的内容。那我们现在为了要来取代这个 paper， 把它当我们并不是要跟 LCD 来比动画、比画质，而是要如何去节能减碳。那这个我们可以很容易透过我们的 CMS 软体，让所有的美编的人员很快速的去编辑这个画面的内容。那不用让厂商也好，或是大卖场，今天我要去promotion一个北海道的，比如说 cheese， 然后他卖了2个礼拜之后，他要换成主题，换别的主题，可能要卖牛肉，糟糕了，可能要再印一大堆的这个纸张，然后要花很多的人，半夜可能要把全台湾所有的卖场全部去更新。那实际上我们希望为了解决这样的痛点，很快速的用这样的软体，透过 CMS 的这个功能，透过 ePaper 节能减碳，大家不用去赶着印刷，不用去花很多人力，就可以达到
把资讯内容很快速的去变更。那所以因为刚开始我想现在在导入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整个的生产成本会比较偏高，比起用所谓的印刷的这个纸成本会比较高。但是我想我们在台湾的经济的这个制造能力是很强，等再过一段时间大量量产的时候，我想整个的这个产品会非常非常有竞争性，而且会更环保，很重要的是更能够节省这个电量。因为它这个基本上像这样一个画面放在这里，实际上它把电源整个都拔掉，整个画面可能可以放3年，只要它票价都不更改的话。但是我想在这一部分几乎是完全都不用用到它的这个电能，你只是要修改内容，假设票价有变更或是有什么样的折扣 promotion 出来之后，当你要转换内容的时候才会需要使用那一点点的电。所以我想未来对于我们的绿能减碳会是相当相当有很大的帮助。我想很多的欧洲国家未来这个ESG 的这个要求，还要把碳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将来我们每一个场域如果有使用这样子绿能减碳的产品，它可以去申请这个所谓的排碳碳能的这样子一个补助。我想要包括尤其是我们工厂要出口到欧洲或到美国或到其他地方，其实也会被要求这样的做法。所以我想它的好处真的非常多。那我们也行。请问那这样的话它适合放在户外吗？因为它是电子产品，然后它最近都受台风的干扰嘛，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广泛的应用在户外开始？好，谢谢。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目前欧洲跑得比较快，过去一段时间都是用黑白的，它可以做到32寸、42寸，但是新的彩色电子其实在2年前刚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的温度还是没有办法给到户外去。那这个东西太阳光线越强，实际上不会影响到它的视觉，但是不适合在户外。目前为止我们也希望说因应可它渐渐的提升它的这个技术的能力，能够提高它的温度。其实我们明年呢还有一款已经可以把温度上升0度到50度，但是其实户外的要求可能要达到所谓的-30度到正85度。那黑白的目前可以做到一些-20度到60度，但其实它是根据整个设备，而不是只有单纯的材料。比如说它在户外使用的时候，它可能有比较大的这个机构件，其实它会放 heater， 就是加热的一些东西，因为它很省电，所以它在这个比如说等 bus 的公车站，它可能会有一些 solar cell 白天吸收电能光线，然后转换成这个电能，它储存就可以去转换这个画面。当时在这个户外是因为它很省电，所以一点点的阳光就可以来创造这个电影改变内容。但是未来我们因为要加入所谓的这个 heater， 要把它加热，不会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它不会动，所以这个部分的电影可能就会再多消耗一些。我想彩色目前到今年为止应该还没办法，我想希望未来的2年看是不是很快速的可以提供到户外来。那至于在晚上夜间的话，实际上这个东西只要有这个光线，我们也有开发新的机种。在晚上假设百货公司关灯了之后，那它假设它是一个图案，比如说是一个艺术的展品，当它把它换成艺术展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很微亮的这个光线照在这个荧幕上，实际上那幅画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并不会浪费掉很多的电源这样。所以我想这个可能要一点时间。这种对不起，你刚有讲到竞争力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的产量是相对少的，是那要等到大量生产之后，你才会让这个产品具有竞争力。那么请问多久之后才会达到所谓的规模的量产，然后让你的竞争力能够提高？如果那样子的话，二者之间的价差的差别到多大？
我想，因为我个人做 LCD 也很久，从1995年我就开始买 LCD， 但在1997年台湾奇美有达开始设厂的时候，我记得我买 LCD 是大概是1:12，要取代 Monitor 传统的大型的电视 Monitor， 那时候可能是1:12，但是目前来讲 ，ePaper。要跟 LCD 的价格来比较的话，现在目前可能还是1:6。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个价格要比较量要冲上来的话，其实这个价格可能要降到1:2左右。那就要看产能。实际上，第一个，先进的技术目前的产能实际上还是受限，而且这些技术都是由一可来。用这个 pattern， 它并不是所有像 LCD 中国大陆每一家都投入恶性的竞争，所以我想，产能的部分应该也有很多的计划持续在扩大，所以我们明年应该也会再拿到新的版本，会去做25.3，彩色的，甚至到32更大尺寸到42，所以我想这个价格其实还是要看市场，那看客户的接受度。不过我觉得，因为欧洲在2025年开始要进去，都要求这个碳权，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绿能的产品的进程会速度会加快，因为明年就2024年。那这个可以并排变一个大型的一个电视墙吗？目前是可以，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毕竟它还有它这个光那我们也在尽量克服，做越薄。这个框越窄，那有些东西在做艺术品的时候，不管是横摆或直摆，或是他会做一个木架摆在地上当艺术品来看，然后用旁边这个框用木框把它框起来，其实就变成像一幅画的这种感觉。那我们也很期待说更大的这个尺寸32寸啊42寸出来，其实对于这些表达的内容来讲，不管你是用单价或是图案的显示，会更迷人。这本身它就是不会反光嘛，不会，这个不会。所以其实我们眼睛在看不会累。那一般有些我们叫 e-reader 黑白的，我们眼睛裸视的时候，其实眼睛都不会累，看久也不会累。不过就是如果大型的话，没有加 touch 的功能，因为它的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比较慢。如果要像我们手写的这种质感的话，必须要用 e-reader， 它是另外黑白的，另外的技术的，所以它的反应技术可以提升。那它也不是用 touch， 它里面叫做 digitizer， 而不是现在我们现在手机所看到这种电容式的 touch 的输入，是不太一样的技术。那现在是全彩吗？对。目前是，那明年所推出的新的机种，明年下半年又会更漂亮。我们可能接下来可以再继续往。看这边摄影机。好，来看这边摄影机。好，来看我中间的 ，OK， 好，就这样。OK， 好。那我的故事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是2015年在这边成立的嘛，是盖好的。那我们在旧厂的，因为我相信大家很多去观光工厂都是看到他们以前的生产器具啊，一些老设备。那我们公司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的旧的生产设备是镶在那个建筑物里面的，所以我们进来这边并没有什么旧的设备跟大家展示，所以我们想说，那怎么办？让大家来看又要好玩，所以我们找了这个艺术家叫做 Porter。那他，我这边带了我自己的平板要展示给大家看，就是高雄动物园去年寿山重新开幕的时候，也是找这个我们高雄在地很知名的艺术家去做设计。那他也是设计我们这个馆域的艺术家，对，然后他的图都还蛮受小朋友欢迎的。那这边就是开始带大家来参观生命。那前面呢，大家可能会听过女娲造人的这个神话故事，对。那他在这个图的后面画了一个女娲，那其实他就是有点像跟我们的大地之母。那当他播下一颗种子之后，就开始有了生命。那所以我们的图面就从黑色，然后开始有小人物，对，然后就变成彩色。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有遇到一个
人员刚好在，像我现在为大家导览，你们就可以知道说，因为我们艺术家在画这个图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如果这边导览人员不在的话，他可能就说哦，这个图好漂亮，好，很快就这样过了，我们就过来。那我就把这个荧幕的介绍，请那个方略来帮我们做一个更细节的介绍。那个，我想我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哦。各位看不看得出来，这个是拼接式。这个其实是由八片灯板拼接在一起。所以、这个你要看呢、其实我们以后的产品，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像那个乐高一样，是说我们可以做到接下来我们有一个产品叫 LEGO， 就是你可以把它，我们把它叫无线。那其实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东西不是 LCD 的，它其实是 LED， 它的 LED 跟 LED 的接近大概是 1.27mm 的，所以这里面算一算应该是16,000，大概有十几万颗，13万颗 LED 在这上面。那它就我们利用 LED 把它栽种在一个软性的电路上面。那这软性的电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说，它的厚度只有大概0.4mm 的以内。所以我刚才在底下讲一张电池，其实我们下一步叫做一卷电池，你是带着一卷电池出门，这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一个结果。那各位仔细看，这上面一格一格的，它其实每一格里面有三个RGB 三种。那我们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拼贴，然后可以无线拼贴。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磁铁，以后是贴上一个铁板，我就把磁铁把那个内片贴上去，然后接上电，就可以显示出这个图案。那这样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它可以随着各个场域去做安排。再来一个是因为它还省电，你现在看到的 LCD 的使用率，它的能源使用率可能只有大概10%不到。那我们可以直接眼睛看到，所以我们会节能减碳的部分绝对是比这些所谓的 LCD 更好，而且它很轻，随身带着走。所以现在在欧洲有很多客户在拿来做广告，它可以像一张纸一样，像各位在机场高铁站看到现在很多大型的那个海报都是用纸印刷的，那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直接吊在上面，因为它很近，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安全的问题。但是你现在在机场看到那些显示器全部上面去看，全部都要用钢构，都要花好多的心力，你要是要换装什么都很不可能。我们最近在大阪的大叶高岛就挂了一张画，那张画大概高有10公尺，其实就是用我们的游戏。所以如果各位最近有去大阪的大叶高岛，你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一张画，那其实是由我们16片这样的游戏把它拼接在一起，所以让各位了解一下。那刚才各位有问到电子纸，对它期待很高。那其实未来我们已经有在这个所谓的车用的这些客户，他们也在跟我们谈，能不能以后贴在车子的外面？因为这个亮在户外那个太阳光亮度很高，所以第一个你要够亮。所以一般我们现在大概在做的是1万nits，一般你在室内像这样300nits就觉得很刺耳，那我们可以做到1万nits。所以以后不管是车内车外，我们这样子的应用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技术。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电子纸的户，如果电子纸做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到，尤其是动态的电子纸。那以上是我对这个技术的说明。那各位现在看到是这样，所谓外凸，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内凹。那内凹的话，我们还可以配合那个所谓的轮式 3D 的技术，所以其实以后 3D 不需要带 3D 眼镜，透过这样的显示器就可以做到看到类似 3D 的一个效果。而且其实还有个部分我们今天没有发挥，但是我们在互动的部分现在是外加的 camera， 其实我们可以把 camera 镶嵌在里面。所以但是这个地方有些所谓的各自法，因为我不把相机镶嵌在里面，你是没办法发现。但是我可以去取样各位，当然做商业上的用途，去了解这个来往的这个
客户的资料切，或者说哪天这位先生如果走过来，他可以从根据你过往的消费经验，他可以显示你今天可能想买的东西是什么，就把它显示出来了。这个技术已经，因为加上只要再加上人眼辨识这些，其实 AI 加进来，互动加进来，这样子在未来的产品用上面是非常宽广的一个应用。以上说。对，那画面转到这边的话，就是我们那个互动小游戏，就是一个剪谷物的游戏。那我这边有一个，各位可以看到说，这两篇文章原则上其实它是同样的构成，但是它根据现场的那个实际的那个角度弯曲，我们都可以做不同的变更。这不像家里的什么小电视，不可能弯曲它。所以如果未来这个是一个圆柱，我们也可以把它放起来。哦，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在那个日本的那个车站，现在在做一个所谓的圆柱包住计划。那包含以后台湾的中正机场，各位也可以看到一个圆柱上面都是显示器，就是使用这种可挠式的那种云技术。以上说明。那等一下应该是不请，因为这里我们虽然显示很重要，可是互动更重要。那我想户外他利用这个所谓的影像崛起，再加上软体的互动，我们请那个酷爱林的王先生说一下。谢谢温组长。那因为我们这次是首次的跟这个可挠式的这个卷曲的荧幕去做搭配，那在这个应用上面，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尝试。因为各位可以听到陈如刚就是温总说的，它的特色就是非常轻薄，然后就是非常的节能。那再来它的色泽非常的，就是它的亮度非常的鲜明。它的在这个公共场里面呢，无论说你的场域里面本身可能的光线比较像这样比较柔和，或者是在比较亮度高的走道上，它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展现。那再来就是在我们数位软体的设计上面呢，我们最大的遇到的一个挑战就是如果这个是一个圆曲面，或是它像现在这样是有一个三分之一弧度的，或者是在右方那边是二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弧形，我们就必须要去设计到说，那使用者他们在动线上面他们的一个最佳的视线，那怎么去配合他们在移动的过程中，然后把他们想要观光场想要宣导的这个理念能够植入。那这边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融入到场域里面，把这个刚刚就是有提到这个导览，他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手绘画家，那他保有这个风之谷的这个宫崎骏的这个手绘的元素呢，还要融合到游戏的场景这互动内容里面。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软硬体的整合上面，其实我们光是在现场的调校修正花了蛮多次的尝试，那也讨论了很多时间。那这边呢，就可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荧幕下方有个感测器。那这个 AI 智能的部分，它必须透过感测器去收集到环境的资料，包含现在在场域里面它的活动的范围跟人体的一个它的动作辨识。那把这样的一个资料分析之后，读取到这个后台的电脑这边的资料库去做收集，那可立即回传到后台。到云端空间，让远端的控制台，它可以马上去分析这个客群他们的一个轮廓跟特性。那我们接下来请于婷可以帮我们做一个示范。那这边我们游戏的内容，我们的想法是呢，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使用者先去做一个身份的选择。那这边挥动左手、右手，他可以去选择我们这边观光场的 ID， 小珍和小新。那现在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人物，然后再进行到下一步。好，我们现在选择是小珍。那因为现在这个感测器呢，它刚装上去，我们今天是一个验证的发表。那实际上它在这场域里面，它读取的资料越多，我们会去训练这个模型它的演算法。那到时候它针对环境的这个来的这个人物的这个辨识度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这个人去测试这台这个训练的内容，那将来让他们针对这个客户资料收集的这个需求能够更便捷、更快速以及更完整。啊，他怎么都是男生在反应，女生都不反应呢？对不起。他都是男生在反应，女生没有反应。对，这个马小
生是男生的那个角色。好，我们就挥动左右手，这支招数使用者他必须要先左右移动，还有挥动他的双手。那现在我们可以透过左右移动呢，拿去捡拾掉下来的谷物，那以及画面上会有飞下来的飞碟，还有鸟类，我们必须要把它做驱赶。那这个都是根据我们这个环境的融合到这个手绘的风格里面呢，去做一个延伸的效果。那各位可以看到，现在使用者他会非常开心的、很快乐，在左右移动，可以让我们来的参观的，不论是大人或小孩，都可以尽情的能够消耗他们的体力。那我们在最后面还会有一个就是老板，就是这个马玉山的老板，他会开的那个推车，对吧？那移动过去。那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发表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有把前面的动画我们先把它锁住。那平常的时候呢，他会去侦测，就是如果没有人来的时候呢，他会有个动态的动画做轮播。那等到有人靠近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他的游戏的这个体验。那这个是在场域的需求啊，能够让我们做软体内容开发业者能够继续去不断的开创，然后以及去增加我们的开发技术，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原动力。那这边介绍到这里，小朋友现场有没有现金有什么问题的？好，这边看一下哦。好。谢谢。来，刚好，刚好，来，我拍照没有打灯的。等一下，真的 DIY 有两种，所以我们会在这边去做一个轮播。那像这样子，我们会找外面的手作课的老师来上课了。所以我们有些活动的话，我们都想要透过电子纸去切换，然后不要就是也算是节省一些人力成本，还有一些印刷的麻烦这样子。对，然后我后面稍微提到一下，就像我后面，不是我后面，倒数，我们就是三二一这样子哦。好，我们现场三二一。不知道这边是你堂哥二姐妹吗？可以吗？好，我们再来看一次三二一哦。好，来，三，看着我的前方，然后保持微笑。三二一，好 ，OK 了吗？这个随时插着电源，它就可以维持画面。只有在更新内容的时候，才需要用到它的这个电能。而且它可以透过远端来更新所有的内容，所以不需要赶着印刷，不需要浪费很多的人力。而且广告的轮播可以由各自的厂商来自己设定，所有的轮播的时间，每一个小时播放几次，或一个小时要一天要播放几次的内容，都是由厂商自己来决定的。可以免除掉所有的印刷刊物，可以不用去砍树、去造纸，这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节能省碳。